口红。明天早上，她喜欢的那个学长会在楼下等她。少女握着口红，躺在床上沉声睡去。那晚，她做了一个梦，一场醒不来的梦。少女变成了一只甲虫，失去了嘴唇，该怎么画上口红？没了手指，该怎么十指紧扣？是人或是虫，现实还是梦？清醒过后，少女沉默了好久。她的末日世界依然的转动，头白肌肤变成了漆黑的甲胄。她想抓住那只口红，跟她粉红的梦。手机震动，他的声音那么温柔，试着开口，声音柔呢喃的恶魔。是虫是人还是梦，想到他就觉得足够。真的爱过，不管变成什么，都还是会心动。妈的，都什么时候了？少女变成了一只甲虫，失去了嘴唇，该怎么画上口红？没了手指，该怎么十指紧扣？是人或是虫，现实还是梦？失去了嘴唇，该怎么画上口红？没了手指，该怎么十指紧扣？是人或是虫，现实还是梦？是人还是虫，现实还是梦？